为我只去专心操练，凭能力竞赛重要得冠冕，像眼睛秘密比武，刻苦与辛劳，要胜过挫败才得到，要成地步近主永生的跑道，常凝望实价想自会得到，直上心一点不去，神话与心里，今生和来世有救主的应许。好体格之余，记得我主说，唯独敬虔没有永生的益处。心心与相连，经得起波折，前路远远仍直向标杆去跑冲线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三至四十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嘅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遵守你嘅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求你叫我遵行你嘅命令，因为一个系我所喜乐嘅。求你使我嘅心趋向你嘅法度，唔趋向非义之财。求你叫我转眼唔睇虚假，又叫我喺你嘅道中生活。你向敬畏你嘅人所应许嘅话，求你向仆人坚定。求你使我所怕嘅羞辱远离我，因你嘅典章本为美。我羡慕你嘅训词，求你使我喺你嘅公义上生活。根据启道本诗篇注释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是一首用混合体写成的默想诗。本诗集中讲述神的话，包括指导人生活的命令和训诫，以及需用信心来得到的应许。今日的经文，诗人向上帝祈求得到神的律法引导。诗人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此刻让我们回想上帝怎样将他的律例指教我们，使我们坚定。
赞美上帝的典章本为美，称谢祂可羡慕的训词，并求上帝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又叫我们继续在神的道中生活。耶利米书49章23节至50章46节。轮到大马士革，耶和华话：哈马和阿尔拔惊恐不安，因为他们听见了坏消息，他们心惊胆战，好像大海一样无法平静。大马士革丧失勇气，转身逃命。他好像分娩的妇人一样惊恐不安，充满痛苦和忧愁。我所喜悦的名城为何还未被撇弃？城中的青年将倒闭街头，那时所有的战士都要灭亡。这个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。我要焚烧大马士革的城墙和便哈达的宫殿。论到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的基达和下所的各城邦，耶和华说：加勒底人啊，去攻打基达，消灭那些东方人吧。你们要抢走他们的帐篷、幔子、器皿、羊群和骆驼。他们必听见呼喊声，真恐怖，四面都是敌人。下所的居民啊，快逃命吧，逃得远远的藏起来，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已经计划攻击你们，准备消灭你们。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加勒底人啊，上去攻打那个安逸无忧、无门无山、独居一方的国家吧。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的骆驼必被掳去，大群的牲畜必成为战利品。我要将替去发奔的人驱散到四方，使灾祸从四面八方临到他们。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下所要永远荒凉，渺无人迹，成为豺狼出没的地方。由大王西底家执政初期，耶和华告诉了耶利米先知有关以兰的事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看下，我要摧毁以兰的弓箭手，他们的精锐之师。我要使敌人从四面八方如风而来，将以兰人驱散到四方，使他们流落到列国。我要让仇敌击溃他们，我要发烈怒降祸给他们，用刀剑追杀他们，直到彻底消灭他们。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，消灭那里的君王和官长。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但将来有一日，我要使被掳的以兰人重建家园。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轮到加勒底人居住的巴比伦，耶和华对耶利米先知说：你要向列国宣告，你要竖起旗帜，毫不隐瞒的宣告，巴比伦要沦陷了。他的神明比勒必蒙羞，米罗达必惊慌，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，偶像都必惊慌，因为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国家要攻击他，使佢荒凉，人畜绝迹。耶和华话：嗰时以色列人要同犹大人一同哭住嚟寻求佢哋嘅上帝耶和华，佢哋必打听前往锡安嘅路，朝锡安走去。佢哋必凭不会被遗忘嘅永恒之约
归附耶和华。我的子民成了一群迷路的羊，他们的牧人使他们步入歧途，在高山幽灵间流浪，忘记了自己的安歇之处。敌人遇见他们就吞噬他们，还说我们没错，这个因为他们冒犯了他们真正的安歇之处耶和华，他们祖先的盼望耶和华。我的子民啊，你们要逃离巴比伦，离开加勒底人的土地，要好像带领羊群的公山羊一样离开。看下，我要使来自北方的列强联合起来攻打巴比伦，他们要列阵攻占他，他们的勇士战术高超，百发百中，他们要在加勒底肆意掳掠，直到心满意足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抢夺我产业的巴比伦人啊，你们欢喜快乐，好像草场上欢跳的母牛犊，又好像嘶鸣的公马。生养你们的母亲巴比伦将羞愧难当，蒙受耻辱，排在列国之末，沦为干旱的荒漠。由于耶和华的愤怒，巴比伦必无人居住，荒凉不堪，他满目疮痍，令路人惊惧嗤笑。弓箭手啊，你们要列阵围攻巴比伦，向他猛射，不要吝惜箭支，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。你们要从四面向他呐喊，他必投降，他的堡垒将倾倒，城墙将坍塌，因为耶和华要报应他。你们要向他复仇，他怎样对待别人，你们亦都要怎样对待他。你们要铲除在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的，为躲避敌人的刀剑，人家各自逃到故土亲族那里。以色列人是一群被狮子驱散的羊，先被亚述王吞噬，然后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咬碎骨头。以色列的上帝万军的耶和华说，看下，我要好像惩罚亚述王一样惩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国家。我要带领以色列人返回他们的草场，让他们在加密和巴山食草，在以法莲和基列的山上食得饱足。那时在以色列必找不到过犯，在犹大必找不到罪恶，因为我必赦免我保留下来的余民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你们要去攻打米拉大翁和比国的居民，照我的命令彻底消灭他们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巴比伦境内传来战争和大毁灭的声音，威震天下的锤子，巴比伦怎样被砍断打碎了，他的下场令列国震惊。巴比伦啊，我给你设下了陷阱，你在这里懵然不知中被捉住，因为你与耶和华为敌。耶和华已经打开他的军库，取出倾泻他愤怒的兵器，因为主万军的耶和华要惩罚加勒底人。你们要从远方前来攻打巴比伦，打开他的粮仓，使他沦为一堆废墟，彻底毁灭他，不留一物。你们要杀掉他所有的士兵，将他们全部屠杀，他们大祸临头了，惩罚他们的日子到了。从巴比伦逃出来的人在锡安述说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如何报仇，为他的圣殿报仇，要召集所有的弓箭手来攻打巴比伦，在他四围扎营，不让一人漏网，要照他的所作所为报应他。他怎样对待别人，亦都要怎样对待他，因为他藐视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他的青年要倒闭街头，那时他所有的战士都要灭亡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主万军的耶和华说，狂傲的人啊，我要与你为敌，我惩罚你的时候到了。狂傲的人要狼狼疮疮跌倒在地，无人扶起，我要焚烧他的城邑，使他周围的一切化为灰烬。万军的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要一同受压迫，掳走他们的人必控制他们，不肯释放他们，
但他们的救赎主万军的耶和华有伟大的能力，他必为他们伸冤，使他们的家园安宁，使巴比伦的居民不得安宁。耶和华说，敌人要攻击巴比伦的居民和他首领和谋士，敌人要攻击巴比伦的假先知，使他们显出愚昧，敌人要攻击巴比伦的勇士，使他们充满恐惧，敌人要攻击巴比伦人的战车、战马和他们的民军，使他们柔弱得好像妇女，敌人要攻打他们的库房，肆意抢夺他们的财宝，干旱必临到巴比伦，使那里的河流干涸，因为那里偶像遍地，人家都沉迷于祭拜神像，因此巴比伦必渺无人烟，永远荒凉，成为豺狼等野兽出没之地，鸵鸟的栖身之所。上帝要毁灭巴比伦，好像毁灭所多玛、俄摩拉和他周围的城邑一样，使那里人烟绝迹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看下，大军要从北方而来，一个强国和他民军要从地极而来。巴比伦人啊，他们残忍无道，手持弓箭和矛枪，骑住战马列阵攻击你们，声势如翻腾的大海。巴比伦王闻风丧胆，四肢发软，好像分娩的妇人一样痛苦不堪。看下，我必在瞬间将巴比伦人赶离家园，好像约旦河边丛林中跳出的狮子，赶散草场的羊群。我要派我拣选的人统治这个地方，谁能够与我相比？谁能够与我较量？哪位首领能够抵抗我？因此你们要听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的策略，听听他攻击加勒底人的计划。他们的孩子要被拖走，他们的家园要被毁灭。巴比伦被毁灭的消息震动天下，呼喊声传到列国。巴比伦最初是一个小城镇，在西元前2000年初变得兴盛，之后西元前18世纪左右第一次建立巴比伦帝国。巴比伦的规模自此快速发展，日益膨胀。后来巴比伦帝国随着灭亡而快速瓦解，巴比伦在亚述人、加喜特人和埃兰人的统治下度过漫长的岁月。在被亚述人毁灭并重建后，巴比伦于西元前608年到西元前539年之间成为新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。这个帝国由来自米索不达米亚平原东南角的加勒底人建立。巴比伦衰落后又被阿契米尼德帝国、梭琉古王朝、巴提亚帝国、罗马帝国和撒珊王朝统治。上帝要使来自北方的列强联合起来攻打占据巴比伦的预言应验了，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。上帝的愤怒使巴比伦无人居住，荒凉不堪。求主赦免列国对上帝的悖逆，即使强如四大文明古国的巴比伦，即使曾经被上帝使用惩罚以色列，但是上帝亦必追讨巴比伦偏离上帝心意的罪。求主赦免地上多少的国家和政权对上帝不敬不虔，曾经基督教发展迅速，底蕴却是自然派主义先锋的欧洲各国，曾经以基督教立国却鼓吹人民主义而走向极端自我放纵的美国，这些国家均是上帝曾经使用带领多人悔改归向基督，今日却因为罪恶的本性离开上帝的心意越来越远。求主怜悯，叫各国的领袖和政权能够以历史为鉴，以免重步巴比伦的后尘。
多书一章，我保罗作上帝的奴仆和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是为了使上帝拣选的人有信心，明白真理，从而过敬虔的生活，有永生的盼望。这个永生是从不讲谎话的上帝在亘古以前应许的，他在锁定的时候藉着人的传扬将自己的道显明出来。我奉我们救主上帝的命令传扬一个道。提多啊，我写信给你，就我们共同的信仰来讲，你是我真正的儿子。愿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赐给你恩典和平安。当初我将你留了在克里特岛，是要你完成未办完的事工，并照我的指示在各城选立长老。作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有一位妻子，儿女都信主，没有放荡不羁的行为。身为上帝的管家，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不傲慢，不暴躁，不酗酒，不好斗，不贪财。他必须好客、乐善、自制、正直、圣洁、自律，持守所领受的真道，以便能够以纯正的教导劝勉人，驳倒那些反对的人。因为有很多悖逆之人喜欢空谈，善于欺骗，尤其是在那些奉行割礼的人，你一定要堵住他们的口，因为他们为了不义之财教不该教的，误导了别人全家。克里特人自己的一位先知讲，克里特人说谎成性，邪恶如兽，好吃懒做，这句话是真的。因此你要严正地斥责他们，使他们有纯正的信仰，不理会犹太人荒诞的传说和那些违背真理之人的戒律。对圣洁的人而言，一切都是洁净的；对污秽不信的人而言，什么都是不洁净，连他们的思想和良心都是污秽的。他们自称认识上帝，在行为上却否认他，他们令人可憎，悖逆成性，一无是处。提多是未受割礼的希腊人，家在安提柯，曾经和保罗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。根据使徒行传十五章，提多代表安提柯教会出席耶路撒冷大会。保罗在本书称他为照住我们共信之道作我真儿子的，可知提多是保罗引领归主的，他亦都是保罗的同工。保罗曾经差派提多带住措辞严厉却流住泪的书信去哥林多教会，提多更加是获保罗信任的属灵领袖，他接受使命留在克里特岛完成未办完的事工，并照保罗的指示在各城选立长老。保罗藉着提多建立教会的秩序和生活准则，提醒以懒惰、贪吃、撒谎、邪恶著名的克里特人过谨守有纪律的属灵生活。感谢神藉着保罗引领归主的提多，让我们见证福音改变人的大能和果效。感谢主藉着提多书提醒我们要自觉在教会外过有条理、品行端正、服从政府、谨慎言谈的生活，在教会里彼此和睦相处，在当今社会上为主分别为圣作有力的见证。
箴言二十六章十三至十六节。懒惰人说，道上有猛狮，街上有壮狮，门喺枢纽转动，懒惰人喺床上也是如此。懒惰人放手喺盘子里，就是向口撤回，亦都以为劳乏。懒惰人睇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嘅人更有智慧。所罗门今日嘅箴言论及懒惰人。懒惰人话：路上有狮子，街上有猛狮。懒惰人懒喺床上滚嚟滚去，就好似门喺门轴上转嚟转去。懒惰人手放喺餐盘，却懒得送食物入口。懒惰人自以为比七个善于应对嘅人更有智慧。懒惰人善于狡辩，比边个人都有本事将自己嘅懒惰合理化。佢哋又懒惰又自负，仲未认真读完一次圣经，就坚持自己嘅理解先至系啱嘅。正如箴言话，懒惰人睇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嘅人更有智慧，叫智慧人远避。求上帝提醒我哋，唔好做懒惰人，只系体贴肉体，诸多借口，合理化自己属灵追求上嘅怠惰。求主嘅灵提醒我哋，帮助我哋时刻自省，做各样嘅决定时，能够分辨自己真正嘅原因同狡辩嘅借口。十月二十六号灵修思考问题，箴言二十六章十三至十五节。懒惰人说，道上有猛狮，街上有壮狮，门在枢纽转动，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向口撤回，也以为劳乏。懒惰、胆怯同唔愿意离开安舒区嘅人总有唔同嘅借口。你系懒惰嘅人，亦或系胆怯嘅人呢？你嘅基督徒生命系咪活喺安舒区？系咪有唔同嘅理由推搪为主作工呢？亲爱主，感谢你提醒信徒提防懒惰人嘅心态，就系诸多藉口编制出各种唔合理嘅理由，话道上有猛狮，街上有壮狮，嚟推搪延迟，拒绝遵行上帝嘅心意。求主催逼信徒要刻意主动，尽力嘅为主而活，快跑嘅跟随主，马上立刻回应主嘅心意。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复活有得胜嘅名求，阿门。